它是中央电视台1987年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史湘云的扮演者。哈哈，大正月里边，你们玩得到热闹，都把我给忘了吧？真没话没。林江，邓先生，他说我看过你有一张照片，是演女驸马的。他你看，史湘云呢，就有女扮男装的，他就有时候他就像一个英俊少年、英俊才子。他说我觉得你最合适，他一下子点中了我的脉了。他从黄梅戏艺术启蒙出道，如今又回到黄梅戏专业授业育人。黄梅戏毕竟是我最爱，我的梦想还在那里。身体一、二、脚很重要，脚的一个中心。我曾经教的学生他说咦，这小姑娘真，哎，我特别觉得特别的兴奋，因为我的艺术细胞啊，我的已经在孩子的身上起作用了。今天郭晓珍来到跟我学的舞台，一字一句的为您教授黄梅戏名段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，黄梅戏三大经典之作的代表性唱段，精彩剖析。跟名师学好戏，我在跟我学等着您。气息虽然断了，但声音似乎是没有的。谁能那声音好像粘着一样，边啊，先开，哎，要收起来的，对啊，字头、字腹和字尾啊，边感觉咬字啊，就好像是就直接说话一样。几层天是我娇儿，那牛的后面还偷一点点气，牛郎过。大家好，这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牛郎织女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个唱段。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唱了第一个自然段，我们先把上次我们唱的第一个自然段再复习一遍好吗？好。无论是咬字还是行腔还是情绪的连贯，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个自然段。那么第二个自然段呢是六句，前面呢是彩腔，它是非常抒情的，它拉慢了。那么第二个自然段呢相对节奏要快一点了啊，比较跳跃一点了啊。Thank you.
叫儿花娘朵，再问星星还沉睡，谁能哄我在西光？我呢，先带领大家把第二个自然段这六句词唱词念一下啊。好，我问天上万万月，我问天上万万月，谁能好过我牛郎果？谁能好过我牛郎果？嗯，我问篱边老枫树，我问篱边老枫树，几曾见似我娇儿花两朵？几曾见似我娇儿花两朵？再问清溪浣畅水，再问清溪浣畅水，谁能和我赛席过？谁能和我赛席过？嗯，好，来，我们就开始唱啊。我问天上万万很好，这句唱得很好啊，还气息一定要通，而且气息要饱满啊。那我问天上万万月，我问天上万万月。好，下面这个谁能，很俏皮的，也很自信的啊，谁能能好过我牛？他谁能好过我？很自信，很骄傲的，也还带有点羞涩的，啊，他能呐、啊，有点龟鼻音。谁能能好过我牛郎果？啊，预备，走。谁能？哎，不能唱谁。谁唱谁？谁能？哎，对，就好听了啊！来，谁能啊？预备，走。谁能能好过我牛郎果？好，这边有一个问题啊，谁能的能字啊，它气息是断气，气息虽然断了，但声音似乎是没有断。谁能？嗯，那声音好像黏着一样才好听啊。还有好过我牛，一定是牛，不要牛啊，这就是安庆话牛。哎，恰恰这首歌当然一定要牛，这样比牛牛。哎，开里面是开的牛牛。哎，好啊。谁能能好过我牛郎？那牛在后面还偷一点点气，牛郎过，很巧妙的哦过哦。来啊，来预备，谁能啊？预备，走。谁能能好过我牛郎？唱一遍，来，我们挨个唱啊。谁能谁能能好过我牛郎果？嗯，你就听出来他有什么问题啊？是我。对啊，我。我。对，我这不能唱我，一唱我就普通话就味道就变了。对，那你再来一遍啊。谁能能好过我牛郎果？哎，很不错啊！就在最后收音的时候，太开了，
啊，没有合起来，没有收起来，散掉了。过，哎，对了啊，好，下次注意啊，来，我们俩唱一次。谁能好过我流浪过？啊，我觉得流不好，牛牛，哎，牛。牛郎过、啊，因为你是专业的啊，所以要求呢稍微严一点。过来一个过对，哎，你来。谁能好过我牛郎过？其实他的原始的这种状态是真的很好的，就是还是差了那一点感觉啊。如果要是内心再动起来一点啊，内心再有一点就感觉是气息啊，就是我们外在感觉是一种韵律感再强一点的话啊，那就更好了啊。我问离别老枫树，来，预备，走。我问还是不错，大体框架是很好的啊。它有一个我们离别老枫老枫树，树子后面还有一个装饰名老枫树，它鼻音了，归到里面去了。树树，哎，但不要捏鼻子。树树树，哎哎，这个啊，这个拐弯还是有点窍门的啊，很灵巧的，很自然的流淌下来的啊。来，我们再来唱一遍啊。莫问离别，预备，走。莫问离别，老夫。好，来，树树，这个行腔是很美的啊，也不是特别好唱，但是既要把这个树字这个字把它唱明唱准了啊，但是又不能包得很紧啊，又不能散掉哦，要不行，呜，而且这个它是。应该说是很难唱的这个呜啊，这个音很难唱的，它是哎闭口音，不是做不是开口音啊，来啊。莫问离别老枫树，预备走。莫问。编的编字要把它编字唱明白，不是憋别，不是别啊，离编编编字，离编要收起来，编哎编哎哎编啊，先开哎要收起来的，对啊啊，字头、字腹和字尾啊。边找葫芦形的那个边子，哎，好的，边子啊、哦，来啊。我问离别，来，预备，记得上啊，来，预备，走。我问离别，老枫树，几曾见。娇儿，他那个儿娇儿非常骄傲的啊，而且非常甜蜜的。娇儿花两朵啊，几
曾见是我娇儿花两朵，来一杯走。几曾见是我娇儿花两朵，几曾他说几字就是一个有一个小跳跃的那个装饰音，几曾几曾哎，几曾见是我。几曾见是我。对了，这个感觉咬字啊，就好像是就直接说话一样。几曾见是我娇儿，娇儿，来预备走。几曾见是我娇儿，我娇儿的娇啊，娇儿，娇儿，娇儿，哎，儿子音很明显的这个。娇儿还没有起的儿这个的，他直接儿儿哎就很圆滑的过来了啊，关键是前面那个几字装饰一定要好。几曾见是我娇儿花两朵，来预备走。几曾见是我娇儿那花两朵，花两不是这个往上挑的，花两朵，花两朵，啊、这也是一个装饰音，花两朵，花两朵，再问清溪，来预备走，再问，再问。再问清溪，清溪还潺水，还潺水，还潺水，还潺水。啊，这个又有一个咬字的归音的问题了啊，不是长不是唱，颤是安静话，欢唱不是欢唱，普通话是应该是念欢唱，但是安静话呢欢唱它是欢唱，哎两个有一点这样子啊，欢唱是哎不能欢唱，一欢唱味道就没有了。再问再问清溪，来预备走。再问清溪啊，最好是唱那个清溪，清溪。哎，对对，清溪就那个味道就不是那么甜美了啊，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唱，但最好是清溪，很灵巧的。你看那个，你就可以感觉到。清溪水，欢畅的清溪水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粼粼反光啊，熠熠闪光的，啊！再问清溪欢畅水，啊，就你可以深深的感受得到啊，清溪它就不灵巧了，啊！再问清溪欢畅。潺水，来预备走。再问清溪欢畅水，谁能化我塞西瓜？来预备走。谁能？哎，谁能？谁能？预备走。谁能？谁能化我？谁能化我？塞西瓜。这句唱的不是很理想啊。然后我们再重新唱啊，谁能化我？
来一辈走。谁能活我活那少少米来活我来来啊，谁能活我一辈走。谁能活我塞西瓜娃你其实你只要想到这个字啊，赛字，赛就行了，赛赛字，赛，哎，那赛，哎赛，刚刚你们是赛是怎么唱的？哎，赛赛，哎，对了，是赛字嘛，对吧？啊，赛，哎，赛西，后面是很巧妙的啊，赛西国王。一辈走塞西瓜啊啊那么好，我们上一节课呢把前面的四句第一个自然段教会了，然后这一节课呢我们教的是第二个自然段这六句，这样我们把前面的四句和现在的六句我们连起来唱一遍好吗？啊，好，好的，我给你起个头啊，家家，预备，走，家上累累，悬挂过，我的大等待的风吹。到底人间欢乐多，当滴答答答当答当，我们预备唱，我我们刚刚唱的这第一个自然段和第二个自然段啊，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流畅的，就是有一些咬字归音啊，归音我，对吧？我不是我，那就不像了。我，哎，对了，我。但是呢，既然既要咬字呢，要咬紧，但是呢又不能咬得太紧，要太紧就死掉了啊。还就是我。要收起来，我我我好，我也不行啊啊！就注意这个，还有就是后面的落板的时候
音调一定要准，啊，音调不要跑调，或者是翘起来一点，或者这个又低了一点点，那就不好听了啊，这就注意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样，我们跟着音乐再把这两个自然段再唱一遍，啊，好。非常好啊，衔接的也很不错啊，然后呢整个唱得非常流畅啊，就是咬字呢还是咬字，咬字还是可能还是要注意一点啊。今天这堂课呢就上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，观众朋友们再见。看一看画中人影无婆娑，何必愁眉长蹉，莫把时光蹉跎。听一听乡邻们问寒问暖知心语，它有这样的一个小播音在里面啊，而且你只有唱恰的好处，长短正好卡在那儿。到人间翘首